我常常担任就是领舞者或者是独舞的位置，所以大家都叫我首席。对，首席，哇，这很像哎，让你的期待感突然变好高哦，很期待好不好？真的非常强的舞者。我为什么爱他？因为他长得就是欧美脸，我觉得他可以走 Nicki Minaj 的感觉，你懂意思吗？ Nicki Minaj 很黑妞感，可是他就是老娘最漂亮。有一个绰号叫 Top Rock 战神，他一定很会跳舞。他凭借的小甜心，哇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绿叶，我们真的很多，结果他是绿叶，他说他是战神，你把他当绿叶。就是我想在台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 party， 前手后脚的 party， 好可爱，对对，这很厉害，可爱可爱，好可爱哦，你刚才记得塞哦，哎，前手。李婉欣转过去看了齐倩一眼，是，然后那个表情就是 we did it 的那个表情，我们做到了的表情。对，我不知道摄影机有没有拍到，但是我们刚看到，那真的很感人，那一刻，那样我就可以哭了。你也哭了，对，我很感动，哭了，很感动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